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2月31日下午5点多，然后我现在在柏林爱乐的新年柏林爱乐音乐厅吧，应该叫 Main Auditorium。然后今天人非常的多，今天是先天下午5点半会开始这个新年音乐会吧，是 Kirill Petrenko 指挥的那个唐怀瑟和那个女武神这两个曲目吧。具体在这儿，其实两个故事我才刚了解。女武神的骑行，女武神的飞行吧，对吧？飞行这个曲子我之前倒是听过，很神奇的曲子。但是具体的故事我也是刚知道，包括唐怀瑟的故事我也刚知道，其实都跟爱情相关，还是非常浪漫的一场新年音乐会。然后我们现在在柏林爱乐的音乐厅，我们过来看一看啊，看起来大家都很开心。这边其实是有一个德语的讲解的，但是德语讲解我听不懂，我们可以看看在哪儿有。还有现在应该已经开始了，它提前45分钟会有一个讲解。然后这边是存衣的地方，存衣服的地方。大家打个招呼吧。不知道能不能看见，也有用后置摄像头。大家好。然后我们接着往前走。我其实可以看到，从镜子里看一下自己，看起来还行。OK。我应该是在 B 区，我记得，但是我们可以四处走一走。其实二楼基本就是准备进演出了，但现在还不着急吧。其实可以进了，我们去楼下 CD 店转一圈就可以进。今天好像大家穿的都格外的漂亮。22号听 Daniel Barenboim and Marta Arkic 那场，其实都没有这么多人。哇，同样有位黑领结礼服的老哥。其实我在这个音像厅是看中了一套卡大洋的九个交响曲，大概要150欧元。然后我还买了一张内外的，要送人的。对，这边有一个酒吧，不到酒吧了，茶歇的那种 coffee。但是我就不去消费了啊。这边是那个德语讲解的转播，买 CD 的。要是有黑胶我就买。这个 American Project 特别红火，很符合我印象中王羽佳的性格。王导，这个是什么曲目呀？哇，黄河钢琴协奏曲，不会是黄河大合唱吧？可能是改的。哇，朗朗这个迪士尼这个老出名了，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曲子，都是朗朗的。这不是朗朗的，那我不看了。哇 ，Hilary Hahn。我就会要去斯德哥尔摩看他的演出，还是那么漂亮。这张我有，这张我在国家大剧院买的。我特别想要个这个黑胶，但这个稍微有点贵，而且这附近没卖的，都得到网上亚马逊买。亚马逊买邮不到德国，能邮到美国，但是我又不去美国。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。其实 CD 我看的不多。哇，这个其实可以啊，如果是黑胶就可以了。这样也不错，56。啊，这个是我要的黑，我要的是这个黑胶版本。
刚才还有的那几个没了。这个其实我还是有点想要的，就是 Simon Rattle 的这个贝多芬交响曲，但这要300欧元，哎我去。然后还有 Simon Rattle 的西贝柳斯交响曲，那也要好几百，算了。然后，哇，这张其实可以的，这张可以。这张 suit， 等会儿回来看有没有，有就要，没有就不要了。这多少钱？30，天，太贵了。是 Simon Rattle 的 Brahms Symphonies， 这张我买了，我特别喜欢这张，就是不解释了。舒曼交响曲其实我没怎么听过，之后要考虑听一听。Pierre Gant Suite， 啊，这张我也买了，特别喜欢德久，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。269，这是啥呀 ？Kirill Petrenko Tchaikovsky Schmidt Stephen， what's this？ C， 看一下价格，209啊！我天，价格不菲。贝九，贝七，柴五，柴六，哇，这个好棒啊！等会儿看看有没有钱了。Concerto， 这都是写 concert， 不是 concerto。啊，这是大合集吧，感觉像是。这要多少钱？富特文格勒的，可以的。看看。啊，269，太贵了。我们就给它放在这儿，挡一下后面那个。这样也没准有人回来就不会看到了。这边的好像看起来比较新潮，这个封面。啊，其实这个我也想要。这个作曲家看起来就很有那种性冷淡的风格，我非常喜欢这种风格。哎，五十，好吧，这是歌德堡变奏吧。然后，拉赫拉二拉四。啊，这就是这个作钢琴家，我听过他那个 From Afar 那个专辑，很让我触动。好，我觉得 CD 店就逛到这儿，因为快到时间了，已经5:10了，我们稍微说是该出去看琴场，最后到这个吧台看琴。虚焦的，没关系。我呢就不点东西了，就是还是量入为出比较好，毕竟已经吃饱了。好的，那我们要准备去看音乐会了，这是节目单，之后有机会再给大家拍吧。然后这是我，再见，新年快乐哦！而且是2024年新年快乐，谢谢。